嗯，周末女朋友想出去玩，让我订个有趣一点的酒店。好玩又有趣。于是我订了一个电竞双床房。谁让他把媳妇带到酒店里打电脑啊？这还双床房，这说唱的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好呀！我还想着跟你过二世界，咱们就吃外卖看电影，多好啊！那哪有打双床房有趣啊？在内岛直接就睡，多舒服呀！你快把我逼进去，你推开呀！过来。终于把床拼在了一起。宝宝，人生有五大雅事。妈，是你父亲青旅赏花，还有呢对弈。跟你是鬼辈子。你先洗澡，我去开吧。小可爱，你打一把游戏你不累吗？有那么一点点吧。那快睡了呀。那我能给你暖被窝，那电脑能吗？咋才好玩啊。你别在这吃啊。你过来，那电脑有我抱舒服吗？让我再打一把，一把我就睡。小凯是不是皮痒了？你过来，我冷，抱我。家里不冷了吗？啊妈妈小凯马德喽很棒，马德喽很棒。哎，你睡着了，我在楼下回来你十分钟都没给我开门。过出去。宝贝，十点七十了，你怎么还在这？快睡觉睡觉睡觉。谁起来了？我过去晚十分钟回来，你都不给我打电话。我们那些闺蜜男朋友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，你都不关心我，我生气了，哼。哎呀，老公，我脚崴了。我就怕你担心我，所以我都是一路崴回来的。死外面去，死外面去！过来，咋了？奶黑死我了，十分钟，下不为例。当我假装给赖床不起的女朋友订了999朵玫瑰。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周先生吗？这边是香香花艺的，你到我们这边订呢？哦，那你等，你稍微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。嗯，好，你说您在我们这边订了990朵玫瑰到货了，都是新鲜的。嗯，就是花包装起来有点大，不太方便骑手配送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要不您这边加15块钱运费，我们老板开车给您送过去。好吧，那麻烦了。到时候看，有可能要走楼梯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估计有点大吧。你说我放哪儿了？客厅呗，客厅场子大。应该够了吧。你干嘛呀？那我是哪儿啊？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这个还没有到呀。快啊，手机给我。喂，到哪儿了呀？到哪儿了？到哪了？好的，我这边信号不太好。你是不是又整我呀？用女朋友的方式对付女朋友。你一个人玩游戏开心吗？你就知道自己玩，你怎么不动我一起嘞？啊？没说。我没说你就不知道，给我发个邀请啊？那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哪知道你什么时候下班啊？你不会猜啊？我们俩谈恋爱谈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点不了解我。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？等我把这局打完好吧，等我拉你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无语了是吧？你不是很能说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呀？对不起。你就惯着他说对不起，你每次说对不起，永远要反着干嘛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没有陪我打游戏，我很难过。别想了，现在让我怎么样？我让你闭嘴说，你不是哄我一下？你是不是在学我？好了，等我带你啊，等我呀，乖。志磊，快点，下一把。
玩家这个月给我涨30块零花作为健身的粉丝费。然后我下班回家，接病毒的女朋友亲戚。你回来啦！什么四位？别亲我！你干嘛？你让我爱的抓狂，可惜一样把我们一个慢慢拉扯。亲吧。不亲啊！嗯。我亲嘴又不是亲脸，又不是沾到口红，快点！别亲啊！你是不是嫌我嘴太干了？那我去涂个润唇膏。好家伙，可能会自己找着你。来吧，亲一下。亲，别亲哦！一会儿没味道呀，你别闹啊！亲下又不会少一块肉，你别给我太过分啊！我刷牙不刷牙行了吧？好，我不害怕人，但人帮我。好了，大爷过来吧，让我亲吧。你站着不动干嘛？你说话呀！就不想亲，太累了，别弄我了。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啊？爸爸，哎，回家就不许不开心了。你逃掉上班前的例行亲亲。哎，小可，你今天几点回来？十一点钟。小可，咋的了？亲亲，你忘了？你说，哎，你不亲不许去上班。我真的来不及了，我上班还是一天就别干了。怎么样？还没到饭点的时候，前台有个小妹妹找你，等你半天了。啊？公司啊，你没课？有啊，我要个亲亲我就走了。亲不亲？二三，那我先走了。憨憨女友出门忘摘发箍了，穿个貂，穿个貂就不易忘形。你干嘛一直跟我后面？没事没事。一路上，你的大眼睛，嘴角边的酒窝，你的眉毛。哦，你不觉得你今天回头率很高吗？有没有好看？对对对，你好看好看，因为我涂了新的口红。刚刚好多人看我，是不是粉丝把我认出来了？你赶快把口罩戴上，不然被拍到了。我口红还在吗？还在。吃完火锅，我去买单了。好吃太吵了。吃饭了。那个是我妹。小时候他老在烧的，身体不太好，但是至少只有6天，你可以陪他去玩玩。哪一个啊？就那个带黄色发箍的那个。嗯，好，你来找一个玩具箱。嗯。聊嗑了。嗯。One, two, three. I like a music.